问：2020年8月27日，魂体被带到鬼眼地狱，阎王爷手里有许多娱乐公司工作者及演员名单，旁边一位胖胖的判官在宣读这些罪孽。判官，万般带不走，唯有孽随身。依天地律法 ，XXXX 数码娱乐公司 ，XXXX 娱乐出品公司 ，XXXX 制作有限公司 ，XXX Entertainment 所有参与制作影片、拍摄和上映的工作人员。影片 XXXX， 导演 SSS， 主要演员 YYYYYZZ 等等，名字太多，在此以等等省略。拍摄淫秽影片在娑婆世界广为流传，洋人观看次数50万次以上，罪孽滔天。海洋是男男女女观看后起邪思邪念，宣判以上所有人等死后在火眼地狱受罚，最少50年以上才能出地狱。投资这个淫秽影片的幕后投资者、导演、制作人等地狱出来转送油锅地狱，散尽魂魄，头楼以蟑螂一族。童子，请你回阳世书写出来。现在末法时期，网络方便，但是切莫以这个方便去散播淫秽影片或书籍，命中都是要投地狱受苦。希望你们阳间的人好自为之，在阳世没钱没名没利，也胜过你们拍这些影片下地狱好。谁要是在阳世去宣说这些淫秽影片及出品刊物，死掉过后就是去拔舌地狱。弟子马来西亚，2020年8月27日。答：害别人犯邪淫，罪上加罪，就是叫唆犯。一个人活在阳世这么短的时间，却造那么多孽，下去后50年地狱是什么概念？几分钟电一次眼，几分钟电一次眼，和真的一样，噩梦永远醒不过来。有人拿把刀马上要往你眼睛里插，他要插进去的时候是最恐怖的，插了之后痛得昏过去，过一会儿醒过来，他又来插，反复插50年，在人间做这点恶，然后插50年，多恐怖。一个人怎么可以为了眼前的一点点利益、一点点开心淫乐害了自己下地狱，永远出不来。师父很早以前就和你们说过，下油锅后炸成蚂蚁、蚊子等各种小虫，魂魄就散掉了，这个人从此没了。